快为金钟50按赞，天天送5000，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乐抽6万大奖。师傅快手包月饼，把水晶肉、蒜头、花生及老酒腌制成的馅料包入饼皮中。潮州著名的腐乳月饼，每到中秋节前销量暴增。唔起炸，老是等六点或七点就走，食咩嘅？食哪点？腐乳月饼令人猜不透是咸还是甜，杭州榨菜鲜肉月饼口味也很独特。现在每天的话总共4到5000个也差不多，如果到中秋节那这一两天的话，那肯定是供不应求的。临近中秋，各种月饼奇葩口味陆续登场，令网民大呼根本是黑暗料理。朱古力香辣牛肉月饼令到你不由赞叹是几咁甜美，几咁酸爽，梅菜扣肉和香辣牛肉会集各地名菜的酸甜苦辣，吃月饼就能尝尽酸甜苦辣，有多少人敢试呢？我没有打算我要去做这个白老鼠，你就弄些很奇怪的味道出来就不搭，就是吃酸辣粉的饼嘛，都很怪。哎呀，唔好成日年年都系嗰啲甜爷爷嗰啲嘢啦，啊转下口味嘛。如果不敢吃重口味的，也有商家推出绿油油的韭菜月饼、清爽的菊花普洱月饼跟高档的奶酥松露鹅肝月饼、乌漆抹黑的竹炭月饼，而最土豪的莫过于金箔月饼了。奇葩月饼越来越多，挑战了商家创意跟民众味蕾的极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